这一个球，一垒手接到踩一垒，再传二垒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做了一个逆双杀，逆向双杀，因为二垒那边要用触杀的方式，还是完成了这次的双杀手背 double play。五局的上半，关岛队是变相的三上三下，没有得分，0-4，4分落后。